我牵挂。蝉联台湾娱乐圈话题多日的皇子教育又扇子人恩怨，随着皇子教育女友孟耿如出席记者会，再掀话题高潮。1.1两男为了耿如翻脸，关键原因应该不在我身上。不要为那些怀疑你啊，或者说是八卦你啊，你去为他难过。1.2彪哥吃醋耿如又生气米西，我对他这一方面是完全的支持。大家找了很多影片来就是写新闻，其实都不是影片上看到的那样。我觉得要做一个演员就要演什么像什么。1.3私人恩怨解谜，我真的不方便讲，真的很抱歉。从头到尾他都是台面下的，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讨论过事情。如果是台面上看得到的话，那就不叫做私事了嘛。这对情侣也实在口风太紧了吧，让人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那焦哥有可能接受又生道歉吗？不是接不接受，就算我接受也是私底下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啊。我还是老话一句了，就是私事私聊。讨厌讨厌，人家真的很好奇啊。这么说吧，我觉得不管你猜到或猜不到，你也不会更健康啊，你也不会更快乐，你也不会更聪明，你甚至不会更漂亮，也不会长高，所以猜这个八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好吧好吧，大家就别再好奇了，希望他们早日和解。